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合格的小巫师。今天我给大家做一款金盏花能量涌动招财蜡烛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这款蜡烛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给我们招来财运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模具了。一个是直径 3.8 的圆柱形的模具，一个是直径2厘米到3厘米之间由小变大的一个模具。你们看，上面窄下面粗的。因为今天嘛，我们这款蜡烛用料不多，所以我准备两款模具给我们做两种，这样视觉效果上面也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先给两种模具穿蜡线。我们这次用的蜡线是54股蜡线，也是非常粗的。这次呢，我们倒入一半的容器大豆蜡，然后再倒入一半的柱状大豆蜡。好了，我们先把它放在炉子上面加热融化。这个呢是我们的金盏花，这个金盏花呢在魔药学里面代表的是能量涌动，它代表的是幸运。自古以来呢，我们就视它为拥有太阳能量的花朵，也能够让我们的心情愉悦，就是在低落的时候可以振奋我们的心情。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运用到这个金盏花幸运的能量。我们取一些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主要做的是招财的蜡烛，所以我们就跟金钱离不开，就连蜡烛的外观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个是我们浅黄色的蜡烛颜料，我们可以给里面适当的加入几滴就可以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就是这种金黄色的。还有这个是我们的金粉，我们也给它加到蜡液里面去，就是这种金粉，金光闪闪的，特别的细腻，这个加在蜡烛里面会特别的漂亮。好了，我们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，让它跟蜡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哇，我感觉现在蜡液已经变成金黄色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把我们的金盏花瓣给它倒入到这个蜡液里面，给它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大约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等它凝固就可以了。当当当当，这个就是我脱模出来的两个蜡烛了，金色的，全都是金粉做的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好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要给它做装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法宝了。我们是装饰专用的金箔，货真价实的金箔。好了，我今天就把这一个给贴了，这个长的我们就不贴了，正好可以用它两个做一下对比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款金盏花能量涌动招财蜡烛就大功告成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